小乔，我上次帮我跟你说了，我特饿了，赶快按电梯。啊啊好，我之前看了你一档美食节目，感觉你做饭很厉害的样子啊。是，做的糖醋小排糊到地心里。是爱好，但不是特长。我觉得呢，虽然卖相不怎么样，但没准吃起来很好吃啊，对不对？吃起来也不怎么样。我怎么觉得你俩有情况呢？你想什么呢你？